大学假期啱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呢度系大学假期。今日我同大家推介嘅新行程，团路喺 DH4370。我哋大韩带你乘坐高铁畅游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、海底奇观红石林、明峰、古韵嘅芙蓉镇等美景，住五星酒店慈利宾馆，四天纯玩完只需要199，依家就嚟睇睇啦！天门山系国家五 A 级旅游区，公园保存住完整嘅原始森林，植物资源丰富，被生态学专家誉为东北生态第一山。乘坐世界上最为壮观的索道之上的天门山索道，直上天门山，你可以饱览到大自然各种美的特征，惊叹大自然的神奇。天门山文化底蕴深厚，留有大量赞咏天门山的诗词，更有众多神文传说，被誉为张家界之云。人文荟萃，青山绿树，崇山峻岭，人和自然完美结合，是休闲度假的圣地。石梁形成历史约有4.5亿年，是海底沉积了大量混合泥沙的碳酸盐物质，经地壳运动和侵蚀溶蚀作用形成的这片美丽的地质奇观。石梁中有峡谷、清泉、淤积淡阳的草坪和同石梁相的叠张，整体景观秀丽景致清雅，宛如一个天然的园林。这里所有的石头都披着一层细密的纹格，如同生活照一般。精致优美的红石林以其典雅性、稀有性、优美性、自然性和完整性赢得了专家的高度评价。环顾四周，仿若梦境，犹如迈入了一座大型的天然石景雕塑博物馆，给人带来了美的享受。芙蓉镇不单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千年古镇，亦都是融自然景色和古朴的民族风情为一体的旅游胜地。四周青山绿树，瀑布在古镇旁边奔流而下，林家依依的土家吊脚木楼，清澈的河面上漂流着小船，处处透析着淳厚古朴的土家族民风民俗。镇里面有保存完好的五里青石板街，两边是板门店铺、土家吊脚楼，一路依然而行，民风古韵。依山傍水的古老小镇，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，让游人至此赞不绝口，流连忘返。张家界慈利宾馆地处张家界慈利苑，宾馆装修温馨舒适，安逸时尚，完善的酒店设施体验非同寻常的旅行。房间设施齐全，而且为客人提供洗衣服务、旅游服务、公共区域免费 WiFi 等服务设施，满足不同客人的需求。宾馆的中餐厅主要供应高档粤菜和各种海鲜，以本地特色菜为主，让你足不出户可以品尝到各地的美食，是你商务旅行、家庭度假的理想选择。青山绿水的天门山，地质奇观红石林，古老悠久的芙蓉镇，轻松自然之旅，你仲喺度等咩啦？快啲同我哋大韩一齐出发啦！电话62844992，你仲可以登录www.biglinee.hk 查询更多旅行团，或者关注大韩微信享受最新旅游资讯。安装大韩 S， 随时随地报名出发。